我们把这些鬼子、把同志带跑了，抢救伤员，迅速打扫战场。是。 松田大佐閣、ご報告いたします。陸軍部が優秀順に野村連隊を派遣しました。英知工程前期調査担当の帝国芸術者6名が今日午前11時15分、無人港の山水の近くで8軍に出くわし、航空兵を受けました。連隊に戻った小野少佐と総技術担当の中島以外の我が軍の兵士1人および帝国芸術者5名全員草しました。 なんだと？己橋野君、俺らのやつ伝えろ。兵士全員山へ遊撃隊を討伐しに行け。また失敗すれば今度こそ軍事法廷に送る。それから迅速に中島さんをひっそり司令部に連れ戻せ。 急げ！早く！李队长，王军进下青角八路期间榆树镇的治安，你们得负责，一定要防止八路和抵抗分子进展袭扰。明白。嗨，明白。开路。 野村这次带着大队人马出城去扫荡，估计怎么也得10天8天的回来。他们在榆树镇里只留了一个中队的日军驻守，这样，从明天开始，你把守城的守卫全换成可靠的弟兄，咱们随时把那哥几个送出城去。好，队长，别管了这事你。你再去告诉宋玉冠，让他多准备些药品，订好了二龙的伤。 另外，你再去仓库里取100发不可枪的子弹和100发步枪的子弹，等他们出了城，能派上大用场。咦，队长，有点太多了吧？你也知道这小鬼子的军需官隔三差五的到咱军械库来检查，万一查住了可不好弄啊。那就这样，你尽量去办，能弄多少就弄多少，剩下的以后再想办法。中。哎，对了，队长，还有个事，鬼子那个95。 这两天隔三差五里有一帮日本老人跟着喝酒，喝完酒都上街上闹事，欺负老百姓，为非作歹呀！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司令员，政委，方向明的县大队成功伏击了日军的工程勘测队，消灭了一个小队的日军。此次敌人大队人马的进山扫荡，就是想报复咱们。哼，野村同志还有个打算，他是想把我分区部队县大队和游击队驱逐出无人区，以确保他们工程建设的安全。
参谋长，立刻命令独立团一营一连火速赶往县大队驻地，和县大队配合与扫荡的日军周旋，为分区调动部队争取时间，寻找有利战机，狠狠打击他们。是。干啥这是？起来！哥，我知道，你们为了救我，你爹都死了。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。我以后跟着你，咱们一起打鬼子，一起报仇。二龙，我知道你没出卖我。行，打小鬼子。一起报仇，啊！来，你干啥？受伤？来，坐。你瞎折腾啥？醒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天珠大哥，小姐啊，在客厅等咱们吃饭呢。走，咱们一块儿过去。行。多吃点。嗯。二龙，哎，你多吃点肉。你这个伤啊，这么严重。现在都能自己活动了，那还不是常德小姐的功劳啊？不是我的功劳，是宋医官的功劳。您那替我谢谢宋医官。都吃饭呢，哎，等等，哎，大哥，你来了，别站着了吧，你们接着吃。坐下吧，别站着了。表哥今天怎么有功夫来呀？这不，野村带着鬼子出城扫荡去了，我不放心二龙的伤势，我过来看看。我都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那就好。大哥，他们出城扫荡去了，那老百姓不要遭殃了。鬼子吃了八路的亏，这出去报复去了。那八路军能吃亏吗？野村赚不着便宜，这次回来肯定又得损兵折将的。该让八路军收拾这些小鬼子。你别呀，人八路都给干死了，咱干啥去？刚才表哥不是说他们进山了吗？咱杀起来就更顺手了，这样咱晚上就弄他们去。啥意思啊？干什么呀？野村是带着人扫荡去了，可是城里还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在驻防，据点里边光轻重机枪就有十几挺，而且炮楼居高临下的，你以为篱笆院子啊说进就能进去？表哥，咱可以试试。试什么试啊？你们哪儿都不许去。你们都带着伤呢啊，在家好好待着。这早好的差不多了。对啊，你看已经没事了，找了扔下了。别逞能了，有什么事儿听表哥跟常小姐的安排。我说试试嘛，你急啥？没说一准要去。二龙，你可得听话了啊。不是你先说。天柱哥。吃点吧。
我再明确一下这次的战斗任务：第一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鬼子，为分区调动部队争取时间；第二，注意对面方队长发出的信号，一旦发现，马上撤出战斗，不许恋战。是，明白。小黑，四十米，嗨！伙伴们，三十二三十米，四十米。見つけたと足の音をよく聞きたい。必ず攻めしろ。おとぶ、はい、君はこっち一緒に行く、はい、君はこっち助け、はいはい、急げ、出てくれ、攻撃、うう、大哥，
明日引き続き追撃し全滅させるんだ。中佐閣下、八路からの襲撃を防ぐべきでは。一部は我々に殲滅されて、残りはすでに逃亡中だから、そんなビクビクする必要はない。襲撃されました。何いるんだ。今はまだ分かりません。書類だ、準備。はないぞ。大丈夫、歩兵で向こうの山を攻撃しろ。はい。Yeah!
们很早，掩护现在的转移。你要偷东西啊？贼眉鼠眼呢？我偷啥东西？我偷东西。啊，过来，别看了，过来。你说这长的小姐她爹是干啥的呀？咋住这么大一宅子？他爹干啥的？咱不知道啊，但我知道他爹长啥样。你看，一看就是个大官。就是长得吧，跟我姐有点不太像。这是不太像啊！你再看常大小姐这长得多水的，你再看她爹这。三子，别乱动人东西，没规矩。放。二龙，哎，哥，你现在咋样？我觉得没啥大事儿。你要觉得没啥大事儿。那咱们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走人。现在满城都在抓咱们，如果让小鬼子知道咱们在这儿，就会把常小姐给连累了。现在全城都在抓捕咱们，家都没了，能去哪儿啊？不管去哪儿，不能在这儿待着。是不能在这儿待了，但也不能是现在走。一祥子和二龙的伤，他好的怎么样？咱们不知道。况且常小姐今天请了宋医官给二龙看伤，咱得听一下宋医官的意见。二龙这伤怎么样？能不能走？第二。咱在常小姐家这儿藏了这么长时间，咱能这么冒冒失失的走吗？咱不能失了礼数，咱得好好的、踏踏实实的谢谢人家。表哥不是说了吗？让咱们藏在这儿，连门都不许出。有什么事等表哥回来再说。怎么着也得等他安排好了，给咱们一个准信儿，咱们才能出门。大兴哥说的挺在理。哥，要么咱们再等等。行，那就听你的。大兴哥，咱们是家没了，但是根儿还在。等杀完了小鬼子，我一定帮着你把皮货行张了起来。小山刚刚传回谢大队和分区反扫荡的情况，快说情况怎么样？分区情报科传消息来说，这次日军松田旅团包括野村联队在内的1000余人的兵力，试图合围消灭我分区主力部队。两个谢大队配合分区部队，阻击滞留敌人，掩护分区主力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。独立团3营2连，为了牵制敌人，掩护区中安全撤离，硬是与敌军500人打了2天2夜。最后怎么样？全部壮烈牺牲。分局机关和群众都完全转移了吗？都完全转移出去了。谢大队他们呢？方大队长他们呢？伤亡也不小，现在正和分局机关在一起呢。敌人疯狂扫荡，估计是铁了心了要确保无人区的安全。这就越发说明敌人建这个无人区的重要性。对，前几天谢大队伏击了敌人的勘测队，估计他们会再派人来。我们务必要把最新的情报告到。好，来慢点。最近好点了吗？嗯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大大往前走，别怕啊。哎，你这个腿啊，得经常的活动。来来，坐下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哎，哟，你这愈合的够快的呀，体格真好。这要换别人呢，可没这么快。哟，这都是宋医官您的功劳啊，要不是您，他哪能好这么快呀？我们哥四个
可得好好谢谢您了。谢谢。别，你们是李队长的朋友，又是常队长的贵客，我要是把这个病我治不好啊，那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呀？不是，你说的常队长是谁呀？你别跟我开玩笑，常队长都不知道你们能住这儿啊？常队长就是我们黄协军的大队长常九宽，也就是常惠美的爹。啥？你是说常惠美的爹是黄协军大队长？啊，那不是汉奸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刚给你们治好病，又让你们住在这儿。你说我怎么说话？黄协军不是汉奸是啥？跟着小鬼子一起祸害老百姓。你，滚！你，滚！滚！人这是哎，我的包！哎，我滚！哎，你干啥呀？你说我干啥？你没听见吗？常贵美他爹是汉奸，咱们几个住这算咋回事？不是。这事儿我知道，我跟你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为啥不告诉我呀？回头我再跟你算。哎，别着急，哥，滚！哎，咋办啊？别愣着了，去看看吧。你不知道不能随便进女孩的房间啊！我正想去找你呢，你先坐下。我不敢坐。怎么了？谁又惹你了？先吃个苹果。怎么了你？你说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为啥要骗我？为啥要瞒着我？我瞒你什么了？我骗你什么了？这是谁的家？你爹是谁？你看看啊，汉奸的女儿，这是谁的家？他一会儿不会抽我姐吧？抽什么抽？哎，要不是你拿那照片问东西，能有这事儿啊？我，那不宋一官自己说的吗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这就来你犟什么嘴？你犟啊！好了，赖我，你别说了，说话太费劲了。行了，先看看，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爸祸害百姓了？你凭什么说他是汉奸？还用看吗？二鬼子是干啥的？二鬼子是帮着日本人祸害老百姓的。你爹是二鬼子大队长，那就是最大的大汉奸。你还说啥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爸是黄协军大队长，李英杰是黄协军中队长，还有宋一官，还有我，我们都是汉奸。就是我们这些汉奸，天天冒着大风险来救你们，行吗？英杰大哥跟你爹不一样，你爹不是大汉奸，你为啥不告诉我？没话说了吧？我现在看你都恶心。你看我恶心是吧？对，我就是坏人，我爸是大汉奸，我是他女儿，我是小汉奸，我们都是来害你们的，我就要你命！你没良心的，我就让那些鬼子来抓你！现在，哎，等会儿，呀！跳下来了，应该不会。大清哥，你能说会道的，你赶紧去劝劝。我咋去啊？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。二龙，要不你去说说。哎呦我腿！二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傅。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咱老爷是黄协军大队长，他非说老爷是大汉奸，和小姐吵了一通，正坐那儿生气呢，睡觉也不下来。
小哥，你可来了，我有个事跟你说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就知道了。江天柱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？一口一个大汉奸，一口一个二鬼子。你了解常大队长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他咋祸害百姓的？你瞅见了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大汉奸啊？你有了解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你虽然穿这身衣裳，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他一样吗？他的娘的就是大汉奸！给我站着！你这脑子是灭火的呀？啊？如果常大队长是死心塌地的汉奸，你们还能在这儿待得住？人家常小姐还能这么对你们哥几个？天柱，你们以后出了城，跟小鬼子那可是要单打独斗的，听风就是雨可不行啊！啊，那是要吃大亏的。之前送你们的不可枪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，咋的？还要要回去？那就是人家常大队长让我转送给你们的。人家听说你们的事儿之后，很敬佩你们杀小鬼子报仇的勇气，也是对你们两次搭救小姐的感谢。常大队长是个好人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民警大哥，你不是故意骗我吧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那我就更不明白了，常桂美为什么要瞒着我呀？人是怕你知道了，在那儿多想瞎寻思。还有你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为啥不告诉我？我不为你好吗？行了，事情都已经说明白了，我说明白了吗，大哥？说明白了。明白了，赶紧给人家常小姐道歉去啊！明天一早送你们出城。哎，表哥，为啥突然这么急出城啊？是不是有啥急事啊？宋一光跟我说了，二龙的伤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趁着野村还没有回来，赶紧送你们出去。等他一旦回城，城里的鬼子兵力多了，你们想出去就麻烦了。对，机会难得，咱得赶紧走，再走走不了了。这走走走哪儿去走啊？你撒一通火，你心里痛快了，你把人常小姐得罪不轻。人常小姐是咱们救命恩人，咱在人家住了这么长时间，咱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？哎，咱还是个人吗？你说的对。那啥，你俩帮我道个歉去。啊，你吃饭用不用我帮你吃啊？啊，自己拉的屎自己擦净去。もちろん妹にも。邪魔しないでよ。手紙を書いてるんだよ。なんなんで、あんなに手紙を書いたのに、なんでお母さんを迎えに来ない。小泉、この臆病者は帝国の軍人資格だ。毎日こんなものを書いてんじゃねえよ。
别跟我这种人生气，犯不上。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。问问你对我这帮兄弟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我不太会说话，也没那么多心眼，但是我不傻。你对我好，我知道，是我不敢往那儿想。